叫你走你不走，阿姑，我问侬通办一声好伐？求求侬了，我爹家身体不好，家冷个天，求求侬帮帮。能帮帮我好不啦？不要找麻烦了，再不走我放狗了。哦，哎，二妹，稀客呀，二妹有事儿？朱先生，我想找我姐姐，求求你。别！千万别跪，千万别跪！我受不起啊！你们姐妹还真是挺像的哈，都喜欢跪。佳佳，曼桢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，我好着呢，一根汗毛都没有少。那就好，没事就走，我们走，赶紧走，离开这里，赶紧走。哟，这姐妹俩要去哪儿啊？救命恩人还在这儿呢，连个谢谢都没有。谢家弄啊，谢他干什么？回家，回家，赶紧回家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佳佳，走啊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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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反将我义军，对吗？我救了你一命，我还有把柄在你手里。狗急了还会跳墙呢，别说人了，说不定我就是管不了我这张嘴。站住！要不是我，你今天还能有命跪在这儿吗？你们姐妹俩的命早就喂鱼去了。赶紧想想。 怎么感谢我这个救命恩人？我谢谢你竹大人的救命之恩。日后啊，我每天烧三炷香，行大礼，求菩萨保佑你升官发财、官运亨通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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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来这些没用的。你不就喜欢这些没用的吗？我要曼桢。不行，我什么事都可以依你，就是这个事情我不答应。我只有一个妹妹。 一个妹妹怎么了？一个妹妹总不能养她一辈子，她还得嫁人吧？嫁人都不会嫁给你这个臭流氓！哎呦，这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谁给你的胆子嘛？对不起，徐科长，形势紧迫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徐科长，你误会了。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。徐科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件事情真的跟……你别说话了。对不起。 是我的失误，我也有责任。要说错，我们一人一半。哎，我不管你们俩谁写啊，马上交一份详细的检讨，立刻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 休息，先找个地方坐坐，再回家吧。我们总应该一起商量检讨书该怎么写吧。天冷，你把衣服穿上吧。动一动，人可以清醒一点。 舒慧他就是这个脾气，你别太在意他。
检讨书我来写好了，从小我就淘气，上树抓鸟，下河摸鱼，样样都来，没有少被家里责罚过。我小时候写的回过书可是这么一大叠。我想问问我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吗？每个人都有秘密，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不过我只想劝你一句，有很多事不是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应付得了。下次别惹祸上身了。 你一直这样帮我，就不是惹祸上身吗？我不一样，我是男人，保护弱小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你怎么就知道我是弱小？你对我根本就不熟悉。万一我是那种心口不一、口蜜腹剑的蛇蝎女人，你岂不是助纣为虐啊？就算这样，我也来不及改变了。我只相信你说的是黑非白。就算跟大家不一样，我也只信。 我猜你一定是独养儿子吧？你是觉得我娇生惯养，被惯坏了是不是？你这么执拗单纯，应该是家里被爱的比较多的一个。就算你不是独生子，我相信你也只是有个姐姐，不会是有哥哥跟弟弟。你猜错了，我有一个哥哥，不过他已经过世了。我父母住在南京，家里有个嫂子，有个侄子，不过他们都是极好的人。你是南京人？是啊。 父亲在那边做生意，也就在那边安家了。你呢？我祖籍鲁安。鲁安，我知道，采茶叶的地方。我父亲过世后，我们就离开了鲁安。我14岁那年，父亲就过世了，留下了一大笔赌债。妈为了还赌债，把祖产跟田地都卖了。 有人要来买我弟弟，就去死活不答应，就去做了舞女。舞女。本来想着熬过一两年能还清了赌债，姐姐就可以跳出虎口。谁知道赌债是还清了，弟弟却得了病，四处奔波，求医问药，最终还是没救回来。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姐姐再也没有想过离开舞厅的事情。我们一家人都欠了她一个承诺。舞女有各种各样，都在乎自己。舞女当然也有好的，总之做了舞女，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 除非你有手段，姐姐偏偏又不是那样的人，她心底特别忠厚。你别太难过了，你姐姐也是为了家庭牺牲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不要告诉许科长。我不会的，这是我跟你之间的秘密。 我送你回去吧，顾小姐，我。哎呦！你说二妹，她是不是故意躲着我？哎呀！ 告诉你的，二妹没躲着我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走走走走走。再见。姐。
那个人来做什么？黄鼠狼给鸡拜年。曼桢，都是你姐不好。我呢又没本事，又爱闯祸，嘴巴子又贱，逞一时之快，引火烧身。 灭了东头西头着啊！他是不是又逼你做什么事情啊？我不怕他逼我，逼急了左右不过一死。抹脖子一刀拉倒！呸呸呸，不许说这样的话。我死了不算什么，可是这一大家子的，靠你一点薪水能养得活吗？就算骂奶奶愿意跟你吃糠咽菜的。 你这么大一个姑娘，打算一辈子不嫁人吗？还是带他们两个老人家陪你一起嫁呢？姐，你是被吓坏了吧？怎么突然说这些啊？曼桢，最舍不得你的人就是我。我做什么都是为你好。 我这一辈子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妹妹，我真的想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，然后你知道？行了，姐，别胡思乱想了。有什么事情啊，明天再说。太阳还是会照样升起来的。嗯。真是啊，好久走为老。 上厕所回来来吃早饭了，那走。妈，嗯，没面条啊？面条啊？没有，没有面条，吃泡饭不是挺好的啦？快点吃完了去上班去。啊，妈，妈做啥啦？哪能啦？我上班去了。咦，奇怪了，珍珍。 奶奶，吃的。过生日吃红鸡蛋，好兆头。谢谢奶奶。哎呦，奶奶啊，你怎么不提醒我给她煮碗面条啊？你说过生日我都忘了。吃。 看这里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是我要谢谢你。来，过来帮我拍张照。今天是我生日，帮我跟蛋糕合影。来，今天是你生日。是啊。 怎么不祝我生日快乐？我想吃生日蛋糕。啊，我们一起吃蛋糕。哎。嗯。这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？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今天也是我生日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
喝酒了，哪里你懂也挺上瘾，再喝一杯来。来来，这喝一杯。马总，酒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来来来，哎，给许科长拿双筷子。哎，我来晚了，自罚三杯啊。好，来，许科长，你刚才一直在喝酒，都没有吃东西，小心醉了。啊，还是你想的仔细。哎，数据，我敬你一杯，生日快乐。 你去哪个寿星啊？对呀，你敬哪一个？两个，两个。今天也是顾小姐生日。哎，这么巧啊！嗯，行，两位寿星，我各敬三杯，好不好？顾小姐不会喝酒，我帮她代喝。哎哎，沈先生，你现在代喝的话，来两份，两份啊。两份。别，双份不是要喝多了，不用。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呀。他是你不好，不是你身体不好。谢谢，你说这个，要两斤。徐哥，不是听说要辞人吗？哎，别瞎听了，风言风语不能传啊。大家好好工作，没有的事儿。来来来，大家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来来来，我们可能给你五六年。是是是，放心吧，放心吧啊。来，哎，哪里你的祖上？对呀，哪能干活啊？就是呀。 喝个交杯酒啊！交杯酒多好！朱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二妹的生日，过来道个贺。你怎么知道？算出来的。谢谢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二妹，这酒还没喝呢。 来来来，喝个酒，干杯！杜先生，你读书少我不怪你，可是礼义廉耻你总得懂吧？哎，这话就说的不对了。你过生日，我过来给你道个贺，这难道不是礼节吗？在座的都是我的同事，你跟他们又不熟。我是跟他们不熟，但是二妹，我跟你熟啊。放手！哎， 要喝，我在上海滩混饭吃的时候，你他妈还在家吃奶吧？真是失敬，祝先生，你在上海滩混了这么久，也不至于是一个对女人动手的瘪三吧？这地方太小，出去，出去聊聊。祝先生，你不能去。 男人的事就让男人来解决。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不好吃的。哎，男人的事情女人不用去。对，沈世军，你不用我的事的呀。其实你叫什么，我并不关心。我只要你小子，顾曼桢是我的女的，顾曼桢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她是她自己。哟，我没读过书。 别跟我兜圈子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小白脸。你最好给我识相点。我看起来像是一个识相的人，真不像。那你还啰嗦什么？哎，我害怕，我害怕，我打不起，我躲得起，我躲得起。行，好好休息啊。 怎么样？医生，他怎么样？伤得重吗？你是患者什么人？我是，他是我表妹。哦，患者虽然受的是外伤，但毕竟是敏感部位，伤到哪里了？别问了。石军，你伤到哪里了？痛不痛啊？哎，要不把他们叫回来，再打你一顿试试。 哎，嘿，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比这个还厉害的。对不起啊。
是我惹的祸，还牵累了你。是你被人欺负，我是个男人，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？看来还是打轻了。饭也没吃着，就被打了，现在肚子有点饿。我给你买吃的去。 听到了吗？他现在可是叫我世君，你还真打算英雄救美啊？哎，说的好像你一副没打过架似的。我们这就叫正义之师师出有名。哎，正义之师，先好好休息吧。 晚上，啊，徐科长，今早的题想啥弄啊？不用谢我，我和世君是好朋友，我不想看到他吃亏。只是我一直不明白啊，为什么每次你出现的地方，全都是在那？对不起啊，我保证下次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别说我不信。 这话你自己信吗？有些话本来不应该由我来说，但是为了大家好，为了世君好，我必须得告诉你。你跟世君啊，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能有交集，本身就是一件很莫名的事情。所以趁现在还能收拾我，不要再继续下去了。 你一定不希望看到他为你强出头，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他惹祸上身，更不希望他在未来的日子里三天两头来这种地方。所以啊，为了大家好，为了世君好，我劝你离开亚美，离开世君。我也有话要说，徐科长，我不想拿私事做借口。我来亚美已经工作2年了。 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，到现在我对这份工作是了如指掌。这份工作每个月给我开薪水，它让我觉得自己有价值。也是因为这份工作，我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。我不必随波逐流，不用把自己随便放在一个男人身上依附着。我热爱这份工作，我尊重这份工作。你一句放弃很简单，可是我做不到。 我扪心自问，我对这份工作是尽职尽责的。如果亚美对一个努力工作的人，他觉得没有价值的话，我无话可说。反正我有手有脚，走到哪里我都能养活得了自己。至于世君，我跟他没有在一起，离开又从何说起啊？我和他是同事，是朋友。至于今后怎么样？ 我也不知道，可无论如何，那是我跟世君之间的事情。你是他的好朋友，你当然是为了他好，你也有资格直言不讳。可是你没有资格替他做决定。徐科长，我虽然是一介女子，可是我也有担当。世君是为了我受的伤，我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可能离开他的，我必须要照顾他。 你干什么？我帮你换药啊！
啊不行啊，护士不也是女的吗？啊不是，啊你不就你不行，我都不怕你怕什么？我就是怕，我怕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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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进来了，莫吉吉，怀孕？谁怀孕了？ 怀孕了，顾曼璐怀孕了，顾曼璐怀孕了，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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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，老天开眼了，我有儿子了！ 最好的房间吗？是，最好的房间。满珠，还满意吗？会长，我以为你不会再理我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会长，请。怎么会呢？你的脾气我是晓得的，我晓得，心里面都还有怨气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 让你受委屈喽，满珠，我虽然是个舞女，可是我的心也是肉长的。我晓得，晓得。
我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啊，怕你再生气，才来看你啊。何况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现在都不要想了，就是要好好的养好身体，啊，来，哎，会长。 小心，小心！哎，拿着，拿着，快快！不，哎，听话！我没做错什么，你不要这样对我，我又是孩子脾气了，乖，来，来吧，你乖乖，哎，你真的不生我的气了吗？马路啊，以前都是我错了，从今天起。 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哎，曼璐小姐，会长已经把你们一家住的房子都买下来了，送给曼璐小姐。快，谢谢会长，谢谢。从现在开始，什么都不要想了。<笑>你不是来看我的？曼璐，你不要再想。 我不要去，你出去！叫医生，叫医生！曼璐，你为什么这么贱啊？曼璐，是我，别说了，别说，会长，快走，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哦！哎，你知道那个昨天晚上送来病人谁吗？谁呀？听说啊，是白大门的花魁。 怪不得啊，被院长一大早亲自送到了高级病房。是啊，一大早可给我忙坏了。那可不，你好，你们刚才说的人是叫顾曼璐吗？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曼桢，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再怎么样，你现在都不可能是一个人了。 医生都跟我说了，这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！为了这个孩子，他可是下了血本，母凭子贵呀，我就是一头母猪。 我怎么也得要养肥自己的身子，才可以下崽子。姐，我不许你乱说，肚子里孩子听到了不好的。算了，我根本没资格当母亲。我这个孩子命苦啊，怎么会投胎投到我这儿来了呢？姐，他不是还有我吗？ 还有母马，还有奶奶，还有一个有钱的老子。这么多年，他在百乐门玩归玩，从来就不开这个口。我知道他心里面根本就看不起我你。姐，有时候我真希望你可以糊涂一点。 干嘛什么事情都想那么明白吗？这些全都是我一一过目的，全都是上等的好货。曼璐的气没有消，你还是替我多跑几趟吧。会长尽管放心，我会尽心尽力伺候好小少爷。要把身子养好喽，才能生个大胖小子。会长宅心仁厚，这都是小少爷的福分。曼璐是有些脾气的，只是以前在我这里不敢太放肆。
她现在是怀孕在身，任性一些也正常。等孩子生下来，让她好好养养，希望这胎是个儿子。相信曼璐小姐，必定是一个聪明人。你说，我给我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啊？会长放心，龙华寺大师那边我早就拜托过了，就等小少爷的生辰八字一到，马上过目。 嗯，还有件事。会长，您说。算了吧。为什么女人生下来孩子要男人养？我来养，我养你和外甥。我现在下了班之后没有事做，我可以去做家教，还可以去帮别人打字。我还没到这个份上呢。你放心吧，我自有主张。 姐，我就是希望你跟孩子都健健康康的。这个孩子不是会长的私有财产，它是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它是我们顾家的宝贝。我这孩子有你这个小姨，她太幸福了。来，动一动啊，踢踢小姨，还没到时候呢。 哎，对了，老张，嗯，俺都晓得吧？今天那个顾小姐又没来，那是沈先生英雄救美啊！那下半辈子肯定都搭进去了。你看，这顾小姐也不表示表示。干嘛拿表杠啊？这个顾小姐平时看起来闷声发香啊，那沈先生才来几天啊，厉害的嘞！这你们就不懂了，这男尊女隔座山，女尊男隔层纱。哎，你看你们两个说的啊，沈先生和顾小姐啊。 男未娶，女未嫁，我觉得倒是一对璧人嘛。那可不嘛，这还没结婚就鸡飞蛋打。不用工作了。顾曼桢呢？总经理还急着等着上次的合同呢。顾曼桢好像早上请假了。哎，主任，我知道顾小姐把合同放在这里，我拿给你啊。 哎呦！哦，切他来，快快快！啊，阿宝，拿着。阿宝，陪奶奶先回家吧。奶奶，车都备好了，在楼下等着呢。好了，奶奶慢走。嗯，周总裁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面什么花花肠子。 你想收买阿宝来盯着我？天地良心，我找人看着你，何苦找他呀？可真是拔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。你这点良心，喂蟑螂的不够饱啊！会长给的，数数吧。你呀，可真是福大命大呀。 会长这么多年没开花，到你这儿开了花了，真是不得了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我？又来了，顾大小姐，你就是借我一百个豹子胆，我也不敢呀。你肚子里现在怀的不是块肉，是你的护体金刚，好生养着啊。 闭上你的乌鸦嘴！我要出院，这医院白生生的，住的不舒服。我马上安排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好生歇着。缘分的二妹，又碰上了。奴要做啥？ 我看看沈先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得意忘形，别以为打了人还能逍遥法外。拳脚不长眼，我打他哪儿了？